在抖音上看到的，觉得挺好玩的，也挺神奇，就给孩子买回来了。嗯，本来想着他不会画，结果他画的还挺好，比较有想象力。主要是吧，想着锻炼一下孩子的一个动手能力，没想到他也不吵着玩手机了，拿起画笔一玩就是一下午。